去嘛。柯文哲宇宙观里面只有三种人，一个叫做皇帝，就是他自己；一个叫做太监，一个或宫女啊，一个叫做狗。啊，没有打出来，就是所谓女性支持者。因为女性支持者，柯文哲因为骂人家是狗，或者是最近骂成太监啊、皇帝啊、慈禧太后这种种种侮辱人的语言，其实男性很比较不在乎。但是对于女性而言，它就是一种民主，但是又有性骚扰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民主跟性骚扰的这些言论，其实引发了很多女性的不满。所以女性的选票在柯文哲非常有趣，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候选人男女的比支持比例有差那么大。我有观察到，柯文哲在大数据的那一个民调当中，看到女性支持者的比例也特别差。是，对方男性支持者的比例可能27%，女生可能17%，然后结果最后总平均可能是20%这样。对，在年代这边差到10%，那 Christie 也差到13%，非常大的一个差距。以一个27%的民调，男女比例也差这么多，表示柯文哲大部分支持者叫做宅男。你去看柯文哲的主要发言系统，其实设是女子军团，而且呢，就有网友觉得我是不是物化女性？不是，我是分析柯团队，就跟我们分析美军怎么作战一样，然后我们分析解放军的海军是不是能够作战，然后我们分析西流现在俄军的